场地毛就带喽，好吗？那你公仔，你说魁鲁公仔的毛好长，那个场地咯，长你就画场地喽。全部公仔咪画场地咯。咁啊，哇！我好似我遮咗只眼喎。遮住眼没问题呀、啊，你先没问题呀、啊，好了，这个就还咁呢啲全部都要画噶，都有，哇！你真系有排画咯，都有，一又画一啲，系呢些都，你问呢些有系咪？你都要去画嘛。毛公仔一定要画呢啲毛噶，一定要，即系唔可以咁样就。我唔可以，唔可以。哇！你又发胶咯，系咯，攞牌画咯。哦，系咪你咁花样睇毛公仔嘛？哇，好近，好靓，就系咁咯。你系咪需要好了？呢张画完啦，然后画呢些，你十分钟画得完吗？画唔完。那你说你呢个鼻哥点啊？系咪？唔少咗黑色。呢个鼻哥系有冇毛噶？个鼻哥冇毛啊嘛，佢只猫鼻边有毛？唔知哦。冇，你把呢些都画出嚟。哦，即系侧边，即系中间嗰度就冇啦，系咪啊？但系你们能说留个窿啊？哦，让佢自然啲嘛。哦，系咪呢些都系咁样走下来？哇！那你说了，咁啊真系，我冇画别的嘢，你画呢个钢叶层啊，钢叶层啊，系啊。钢叶层啊，没画第一层、啊。咁要几多层噶？仲没画第一题啊？系啊系，睇嗰啲毛点提啊，咁样先啲毛，系咯，即系最前面嗰啲就画重笔啲嗰啲啊。哦，你还没提出来啊？哦，还没提出来啊，佢要跳出来咯。即重筆啲，係，都唔係提好多，就唔係好似嗰啲圓嘅咁。咁啊，咪就提出嚟，咩上呢邊？哦，咁個當眼個位置。哦，那你提下佢，係咪？上呢啲都可以啊。好啦，你畫完啦。你提唔得不？要提不？因為佢有嘛。嗯。还没几乎画完了，没把直了不？还没还呀？你们露出一大块把直，等于没画完。哦，提。头顶，因为头顶最近咯，最近我哋咯。系咪？一些。这个就叫提嘛，还没提出来是提的意思，增加厚度。还没，所以你画一些要、哦、都要画一些。再想都想不到。